开饭了，姐妹们！今天吃个凉拌老豆皮啊，还辣排骨、辣肉，虾、菜苔。哎，三秒之内，压斜面做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开吃。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压斜酸菜面，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酸菜，9.9块三大包。这一包我拆开了吃了，还剩这一点了，倒进去炒一炒。人人会的麻辣酱，来一勺，把它搅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压斜倒进去。葱蒜辣椒搞里头，加点水，松鲜鲜。我新买的面条，2宽的碱水面，还没有开，我把它开一下。
面条。碗里面的这个调料酱我不用浇了吧，就是任仁辉的麻辣酱我都浇了好多次了啊，任仁辉的麻辣酱啊，弄点葱花呀，酱油醋啊，辣椒面啊，这些哈，对吗？我外边是放的任仁辉的麻辣酱，还有这个柴胡辣椒，然后松鲜醋这些，老师。